九分的准备，一分的努力，当然有信心了。刚开场他气势蛮旺的，很多波粉，心情怎么样？我想他们都是波粉，但是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粉。我觉得今天呢，主要在我想宪政、外交、国防和国安、两岸这些问题啊，对我来讲，我都会以经济的出发点为考虑。就跟我的竞选的中心思想一样，这个和平安定，经济未来，只有和平安定，才可以有好的环境，拼经济，拼未来。我们都同一个这个国小，我的小学弟怎么会尴尬呢？对，他很客气，他这个人很客气，永远叫我郭大哥，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不会有任何的因为大家都是出来在一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场面上面来竞争。我觉得我们要展示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的这个拼经济的实力，让我们全国2300万的人民做最好的选择。